这死老百姓啊，真正受够烦。你才少岁，你会照赶紧要去投胎重新转世啊？为着等你百年以后，你所有一切，也是要留我这个唯一踮伫你身躯边的后生啊！何先生，你一个老花人，伫你这世界拍拍照，准备甲我骗钱啊？阿婆，你是要何先？陈明宇还是吴静玉？单中贤，因那个小宇宙诶！我有信心，绝对会再搞的。三立台湾台三十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今摆日月星饭店收购，互你恭喜。稍等下，也好好替你庆功一下。既然我要出嫁啊，平静的世界应该爱有淡薄无同款啊。这甘小弟药方还佮有伊林翕的相片，伊某囝毋是早就已经发生意外走啊？这个代志都过去二十几年啊呢，你到即摆才要反省？你若真是这么无想要爱我干嘛？等伊离门迄天哦，我就无离你这爸爸。三立台湾台三十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你才少岁，你会照赶紧要去投胎重新转世啊？单中贤，因那个小宇宙诶，不管是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有信心绝对会再到底。原来就是这半年来开始葡萄的舞，叫也无信心。我答应你，我统统陪到去吃饭。我就是无想要跟任何人吃饭嘛。这个饭我若是吃不去，干那靠我一个人在讨谈，这日子敢有法度过？根本就无法度过。所以你就是看我比你更加敖谈。最后，上会为吴东明折腰。李局长，你等我听到这消，替我省就得钱，还佫包括话，你的驾驶出家，以后不能帮我做消。既然我要出家啊，那你原本平静的世界是应该爱有淡薄无同款啊。汪依林，所以这个依林就是汪有芳佮信台的后生，我的孙。吴勇啊，你是看到啥啦？啊，手伫遮。信台，你过来，你家你看，这敢毋是？敢毋是替有芳要佮依林翕的相？所以这个汪依林，那真正是我有芳的囡仔，那所以无死。我著讲啊，这绝对是恶作剧。伊即摆一定是写到安尼啦，我唔对啦。你若真是，这你无想要爱我干嘛？你早就讲啊！我甲你妈的代志无了解啦。你要去找迄个外口相亲的后生吼，等伊入门迄天吼，我就无理你结婚。